是好人好事。哎呀，真的不是我呀，你怎么这么真的不是我，是你，我们都看到了。哎呀，小婷儿，哎呀，您来的正好啊。这两个年轻人啊，认错人了啊！你快跟他们说一说呀。认错人了？啊，我这儿的民警。哦，我们是做自媒体的。您知道咱们市有一位义民捐款助学三十年的好心人吗？哦，我知道，知道。那个报道挺多的，那叫雁过雁渡寒潭啊，叫雁渡寒潭啊，雁渡寒潭是吧？是。哦，名儿太难记了。不是，您找他干什么？我们调查了雁渡寒潭区慈善总会的捐款记录，每一年呢都是这两天去捐款的，所以这些天我们两个一直在慈善总会的门口等着，看到有谁出来我们就去采访谁。对的对的，今天我们看到这位奶奶出来就想采访她，对，然后跟着她上了公交车，就一路跟到你们社区了。哎呀，姑娘啊，我已经说了，我是姓叶，就是啊，这树叶的叶，不是那个大雁的雁。那他们就是姓叶，确实姓叶。我真是，我这一路啊，跟着你们解释啊解释啊，你们就是不信。你说他们就是非得说是我。哎呀，我就是一个捡垃圾的老太婆，真的不是我。奶奶，我们没认错，我手机都拍下来了，就是您从慈善总会走出来的，清清楚楚的，您可能就是那个隐姓埋名的好心人。你看你看你看，他们好像还讹上我了。不是奶奶，你上那个慈善总会干嘛去了？这我我是去了，啊、我去了，我是那个，啊，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像我这孤寡老人能不能申请啊慈善援助啊？人家说了啊，我有退休金，不能申请。啊，这么回事啊？你说我。我也知道我这样脸皮挺厚的，可是我不想跟你们说呀，你们又是逼着我说的呀。这有什么害臊的，是吧？不是，你们肯定搞错了。就是，你们为什么不去问工作人员啊？啊，我们问过了，可是他们说答应了人家要保密。啊，对啊，人家既然隐姓埋名，那就是肯定不愿意暴露身份啊。你们干嘛追着不放呢？我们也可以不透露他的真实身份，就是想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做。这就不合适了吧？我知道你们想弄一大新闻，博眼球是吧？可是那你不能这样啊，差不多得了啊。那走吧，叶奶奶，不跟这儿聊了，走走走走走。奶奶，你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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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啊！别围观了，走走。什么事儿啊？倒也没什么大事了。不是说让咱们社区出一个典型的人物、典型的事迹，去说服市里吗？嗯，我倒是真知道咱们社区有一张王炸。王炸？谁呀？嘿，豪哥，你这么着，你把这个事情啊完完本本的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来决定，好不好？哎，行吧，那我就为了社区大嘴巴一次。你们知道一直匿名向市区捐款的雁渡寒潭吗？不是之前有人误会说是叶奶奶吗？其实那天啊，我去叶奶奶家，哎，顺是真转对吧？啊，再转再转，然后呢？哦，哎呦，赚了赚了赚了！大神你太牛了！哎，行，我待会儿再给你回过去啊，多谢多谢多谢！哎，叶奶奶，赚了赚了！哎呀，江，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听了？其实啊，它就是发条的问题。家里有没有唱片啊？咱们试试。哎，有！在哪在哪？哎，我去拿，我去拿。在哪？哎呦，江啊！哎哎，就在这上面。叶奶奶，我来。哎，是这个吧？哎呀，对。哎，对不起啊，叶奶奶，我不是故意的。东西太乱，我来吧。太乱了啊！这边就是这样。哎，叶奶奶，这雁渡寒潭，这什么呀？别着急，叶奶奶，您莫非就是这个雁渡寒潭？哎呀，不是我，您这不是你的话，这个东西怎么会出现在您家呢？哎，我可听杰哥说了，还有人要采访您呢，大家都在找这个人，您为什么不承认啊？我捡的不行啊。你没事儿捡这些收据干什么呀？你看这有的收据都发黄了，一看就是有日子了。您不说我可出去给您散去了啊。反正这种事情吧，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
你怎么这么逼我呢？你叶奶奶，我没有逼您的意思。你这样，你就告诉我一个人，我保证，我发誓，我一定替您保密。你是一个男子汉，你亲口说要替我保密，不能让第三人知道，知道吗？叶奶奶，莫非你真的是这个艳渡寒潭？你承认了？我叶奶奶，你也太厉害了！我听说您这个捐款持续了30多年，我就不明白了。我的爸爸每次捐款，无论是大钱还是小钱，一定要搞得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您在我们的印象里永远都是那么的小气抠门，因为一个水瓶子能跟人争得你死我活。如果你让大家知道您就是这个艳渡寒潭，大家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的。小佳，你知道艳渡寒潭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这是古代文集菜根谭里的两句话，艳渡寒潭，雁过而潭不留也，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这个意思就是说呀，大雁飞过去了，水面上没有留下大雁的影子，风吹过去了，竹林归于平静。哎，做人也是一样啊。你比方说，我把钱捐出去了，这个事情就算做完了。我该吃了吃，该喝了喝，该捡废品还照样捡我的废品。哎，不是常说吗？啊，助人为乐，助人为乐，那帮助人本来就是个快乐的事情啊。如果要是为了出风头，太累了，没有意思。奶奶都活了这把年纪了，我还想啊，多过几年清静日子呢。叶奶奶，您真的是太令人尊敬了。您放心，我一定替您保守秘密。好，一言为定啊！哎，好孩子。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难怪了。那天叶奶奶给你送熏鱼，我看你们俩好像有什么秘密似的。你还别说，这个艳渡寒潭还真就是个王炸。他这个匿名捐款的事儿啊，让大家是既感动又好奇。如果大家知道他是一个仅仅靠着收废品又把所有退休金都捐出来的一个孤寡老人，那这事儿得多轰动啊。但是不知道叶奶奶同不同意公布她的身份啊。我答应了她要替她保守秘密，我真怕她知道我出卖她，她会把我打一顿的。哎，要不然你去跟老家说一声，反正我觉得这么做也是为社区好。徐书记啊，哎呀，让你等这么半天呢、啊，来尝尝啊，谢谢啊，谢谢。怎么样啊？小江怎么没来呀、啊？哎呦，他呀有点怕您，怕我，怕我揍他。哎呀，你说说多大一点事儿啊？啊，不就是让我抛头露面吗？我同意了。真的？嗯。哎呦，谢谢叶奶奶，您这是帮了咱们社区一个大忙。你看啊，要是这一次咱们中心街区能够承办市里文化街，您啊才是最大的功臣。嗨，哎呀，一个人呐粗茶淡饭
心里最踏实啊，其他的都是虚的，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不过我做的事情对别人有帮助啊，我也无所谓啊。如果您那儿要是需要我做什么，您就说话。如果要是记者来采访我呀，要给我拍照片的什么的，那你得啊提前一天告诉我，我得把自己收拾的亮点啊。没问题，叶奶奶，你已经很好看了。哎呦，你看你今天穿这个旗袍多好看！哎呦呦呦，你才漂亮呢。榜样艳度韩檀叶佩华，匿名捐款30年，用善良书写人间大爱。哇哇，叶奶奶，我天啊！天，永州市最温暖的人。捐款，哇哇，隐藏得够深的呀。